您不要老是把茄子红烧着吃了，今天我教你一个不一样的吃法，炸茄盒。剁好的肉馅中放姜蒜，加盐和蚝油，再加一个我下的蛋和适量的生粉，顺时针搅拌均匀。茄子切成像我这样的夹刀片子，中间不要切断，再放入调好的肉馅，整齐的摆于盘中备用。碗中放入一碗玉米淀粉和半碗面粉，加适量的盐搅拌均匀，再放啤酒调成酸奶状的面糊。要想使这个茄盒啊炸出来颜色更加的漂亮，我们一定要在面糊中加一点豆油，搅拌均匀，把茄子均匀的裹上一层面糊，五成油温，我们下锅炸，一直把茄盒炸到金黄酥脆，然后捞出。茄盒你就像我这么做，不好吃你直接过来打我。最后可以蘸上烧烤料或者是番茄酱，吃起来真的是太舒服了。